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无花果和在东国门市，以西奈山门市，以这个安宁的城市门市，我却把人造成最美的形态。 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，但殉道而且行善者将受不断的报酬。此后你怎么还否认报应呢？难道真主不是最公正的判决者吗？